右眼全部睁开了，左眼还有一点。排便的时候是他很舒服的时候，所以说他会闭着眼睛很享受。像一般熊猫从它出生到生长多长时间它才会睁开眼？一般就是一个多月左右，30到40天左右就开始睁眼。那它睁开眼睛以后是就可以看清东西吗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？要过一段时间，因为刚刚睁开它眼睛还是白的，对物体也分不清，2-3个月之后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